爸妈，我走了啊！嗯，再见啊！到了打电话啊！好嘞，去吧。等会儿，6:30关店都没有，这不才6:15吗？赶紧的，一家人吃个饭再走。爸，就剩15分钟了，再不走真的来不及了。不吃拉倒，不吃拉倒，我烧几个碗。爸妈，再见。走吧。你等会儿。我跟你一起下去，你要送我吗？爸，什么事儿啊？不是，我下楼晾个衣服。你咋这么懒呢？没事，那我真走了啊。不是，你等会儿，我跟你一块下去，我去把昨天晾的衣服收一下。那昨天衣服都已经收完了。你咋这么勤快呢？那行，老公啊，你就想下楼是不是？你咋花那么多呢？ 厨房垃圾还没扔呢！哎呀，天无绝人之路，垃圾不扔就有味儿，有味儿就招大蟑螂，这么大的蟑螂，啪啦啪啦会飞的那一种，这个不行啊，这个垃圾必须得扔啊，必须得扔这些垃圾。那个啥，我赶紧的吧，快点快点，我给你洗下去，快快快，走吧，有没有？爸，您把这些给我就行了，我给您带下去不就完了吗？真有意思，你咋那么懂事呢？ 哎呀，走之前不给你爸来一个热烈的拥抱啊！抱什么抱？抱什么抱？我在这大老爷们还抱什么抱呢？不是，爸，去哪儿去？去哪儿？爸，去哪儿？行了，赶紧走吧。跟你妈似的磨磨唧唧的。快走吧，一路平安啊！到了打电话。好嘞。哎呀，这谁掉了一个电脑啊？啊！ 英特尔8核处理器16G内存超大屏幕发烧级显卡，这是谁的电脑？谁的电脑掉到我家的客厅里来了？戏演的挺好啊！啊，给我买个电脑啊！谁给你买电脑？我那么忙，哪有功夫给你买这玩意儿？哎，有道理。妈妈，哎，那咱们报警吧。不傻。 跟你开玩笑的，我知道是你给我买的。这世界很酷。